本来同个只。好，早半笑伊啊！嗯，大家，大家几公分？嘛三十几啊呢？四十啊，四十六。啊，这本来物件搁遮啊，他本来要到这里啊，啊，你看。四十半笑伊。去到看。先起来。你看。来。你看。哦。真厉害！搁遮嘛，路是毋是爱到遮？对无？系啊，你看。这都弄一下。这看。哦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对啊，都弄一下。温度下，掏空30公分。对啊。喜欢那高的环线道路哈，啊，每一届也拄到风雨吼，啊，就一直下线哈。两年前嘛，下线那是严重，哎，重新吼，有个甲咱抛除，搁甲咱用吼。但是今年伊搁赶快下线，啊，搁愈来愈严重哈。所以咱来请咱的迄个水质处这边吼，因为你若安尼是无紧追根究底，看倒位出问题的话吼，无做起来是，万一若车辆过，还是乌托邦过是，真正会出人命啦吼。啊，所以今日佫同款佫来会勘吼，啊，觉得伊敢若违勘尔，啊无紧来重新施工的话啊吼，啊，这下线的越来越严重，阮惊讲吼，啊，佮梅雨季节吼，反正啊。水搁错流的时吼，啊那溃堤吼，这护栏若无紧做头，那放堤的时吼，啊这砖头就一定会去淹大水安尼。你就你这渠道通迄个高速公路嘛，嘿，啊人袂去市内迄边塞车嘛，啊大拢为这条，所以地疏这条大货车也好啦，啊小车也好啦，啊附近的人也好啦，啊用路的吼是也真多啦。这若无紧来做的好吼，真正后天吼的问题搁产生愈多啊。30公分啊，系啊，这还够逼近，到这啊，30公分啊，系啊，深。应该还会再下雨。不会，这还跌啊。好，再来哦，再来哦。